阿卡帕尼做的吧？还真像。嗯，眼睛对，开就对了。你叫什么呀？梁笑笑。在哪儿工作呀？海航。咱俩什么关系？夫妻。我在北海道有个朋友叫什么？乌桑。2010年有个朋友去世了，他叫什么？李香山。他的前妻叫芒果，是我的闺蜜。我的爱好是什么？ 说瞎话不脸红，仇人眼里都是戏，那是能力不是爱好。爱我，对。机器人再好，那也是机器人，沟通再顺畅再默契，它不也程序设定吗？还留在原地一往情深呢？你这是感动自己呢，还为了感动他呀？你那么想他，为什么不叫他回来呀？ 知道什么叫思念吗？高山上盖庙，还嫌低；面对面坐着，还想你。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咱俩喝杯酒。你是四姐妹，有四姐妹的地方，能少得了你们俩？爸，我一切都好，放心吧。知道什么叫挂念吗？ 挂念就是害怕。真重，请问，怕你过不好，怕你受委屈，怕你不会回来，敬久别重逢。这些年我就是靠着信念撑的。我回来了。 一辈子很短，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。还是不正经是吧？